就会时刻篮球过去了。我当然很愿意，像如果他们还愿意接受我再去帮他们上课的话，我很愿意啊。可是我看他们的眼神，好像是有点害怕，因为通常结束的时候都会拍拍照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哥哥，拜拜。”没有啊，自己在开始结束的时候都假装去上厕所，想说终于结束了。你到底多么严格啊？因为我练团真的是比较严格。等一下，小朋友会现身说法，会出面来控诉你。他们甚至今天都不敢来，我们达比拉斯这场没有到。对，所以你们两位呢，真的要先休息一下，因为我怕你们继续站在台上，他们不敢出现了。刚刚有说他们的歌专辑真的让你耳目一新，有吓到，这么棒，很好听啊，真的。今天想不想听现场？哎呦，直接请他们来唱现场给你们听了好吗？Shikalabakir